塑完之后就这样的，塑完之后然后把尾套推上去，尾上推上去了，对，然后就是装这个是，这个是分火的，这个是分火的，这个是就是直接分火，就是可以直接擦的，然后这个是康宁的，康宁的，我们把这个头，这个保护头把它扭出来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个把这个螺母装上去，这个螺母装上去，然后是这样的，这里它有一个位置，就这样子对着，对着这个卡位，这个透明的，这样的透明的，手拿放哪啊？这样就可以了，这个就是康宁的，然后在这里后面拧这个把它拧出来，我们现在换成华为的，华为的也是把这个拿起来，对，直接装进去，这华为的它这里有一个，你看它这里面有个三，有个角，对应的是这个外壳的这个角，看到没，这里有一个角，对着这个角装进去，这个角对角装进去，这样推进去之后，然后再把这个锁住，锁住就 OK 了，这个锁住就 OK。等一下啊，这不好吃力啊，锁住就可以了。拿这个顶着，这个好，这个挺难，没有硅油不好锁啊，可以了，已经锁住了一个。暂停了。暂停了。